抢先带来关心新闻焦点。今年双城论坛恐生变数，柯文哲说上海不要办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富邦李明哲聘请辩护律师，李静瑜说不配合，中共作秀。中经院发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，表示景气复苏状况趋缓。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吗？川普说将在周四公布。更详细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